艾琳的三技能是她作为法系技能射手的重要输出手段，而目前版本艾琳三技能的效果有些不理想，艾琳很难安全快速地获得三技能的层数，并且三技能的输出效率也比较低。我们尝试调整三技能的这些痛点问题，来帮助艾琳发挥法系射手的特色。我们希望进一步改善蓝的对抗体验以及使用体验，一方面蓝较远的突进依然使对手在面临攻击时不容易发起有效的反击，另一方面我们也希望突出蓝在狩猎时的嗜血特性，因此提升了蓝被动造成的真实伤害，使它更容易收割流血的目标。我们有时会观察到这样的场景，马可波罗在释放一技能时受到控制，这一部分的输出依然完整地倾泻到了对手身上，这使得对手在面对马可波罗时除了躲避没有可用的反制手段。我们希望其他英雄与马可波罗的对抗更加健康，因此提供了控制打断的反制手段。亚瑟作为王者峡谷的老前辈，却没有什么能代表他的特性。在新的一年中，我们希望去激活老英雄们的功能特性，在面对过于灵活的敌人时，我们希望亚瑟能使用他的特色能力沉默去管束敌人。为队友提供护盾是张飞作为守护辅助的核心，我们希望激活张飞守护队友的特性能力，使得面对消耗型阵容时，张飞成为更受欢迎的游走位人选。